诸神，我是你忠实的粉丝，今天我又来看你了，路边摘的新鲜小白花送给你，我还带了你的原声唱片，看看这盛世如你所愿，多少粉丝慕名而来纪念你，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愿你能守护我们 MC 所有玩家。你小子逃课来这纪念主神，老师你怎么也来了，难不成你也是诸神的粉丝？我是个屁，我就是来蹲。你逃课来干嘛的？不要啊，快住手，我告诉你他已经死了，你现在应该以学习为重，而不是沉迷游戏在这胡混。 Technoblade out。 还献花，我呸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侮辱诸神。哎呀，冲动了，我得赶紧躲一躲。诸神雕像两边有拉杆，是留给有辱诸神形象的人的，一个可以上天，一个可以入地，其实雕像中间是可以进去的，用来保护他的粉丝。第一层啥也没有，咱们去第二层躲着吧。老师要是赶上来，还有能制裁他的武器，先玩惠儿电脑等着他吧。我可都是为他好，他竟然这么对我，真是越来越出息了。你们有谁看到那小子去哪儿了吗？诸神雕像两边有拉杆，你可以试试。果然有，竟然要摸你的脚下，真是晦气。出来吧小子。怎么是传送门？这是咋回事？可恶，被整了，这我要怎么出去？还有一头猪，这是诸神的报应吗？好吧，我选择自杀。真是服了，刚刚他是说两边都有吧，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了，这次准没有问题，也没其他可疑的地方，我特么来了。麻蛋，都是假的，我还是自己找吧，毕竟靠人不如靠己。两个小猪娃看着没那么简。 Hello， 哪蹦出来的小奶奶滴，给我出来受死。咋这么多陷阱啊，这下面是隐藏门吧，看着就不对劲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这里有梯子，那小子就是顺着爬上去了吗？喂，你个倒霉玩意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找到你了吧，你才是倒霉玩意儿呢。呸，小渣渣，咱们现在去第三层，带好我的宝贝电脑，一会儿让老师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怖，再玩会我的世界等着老师吧。尼玛，刚刚怎么回事？他好像拿什么东西戳了一下我，我现在后面火辣辣的疼，可恶可恶可恶，一堆破烂玩意害我。我操，哪蹦出来的，连你们都要捍卫那头猪吗？这就让你们知道代价，下面就该那个杀千刀的小子了。这一层也没啥东西了吧，梯子还有这么长，上面肯定还有东西，臭小子给我等着吧。真好玩，好多坤蛋啊，好恶心。哈哈，知道害怕了吧？知道了，快把它停下来。不好意思，一经启动除非没蛋。哎呀，刚好没蛋，你说你咋不再坚持一下接着玩我的世界。